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百玲，我现在从事的是金融保险业。今天很高兴来参加利用 Google 打造官方网站的课程。我最大的收获是，因为我之前已经上了不少的网络行销课，可是今天还是学到很多 paper 啊，比如说，要怎么去算那个话术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我都觉得很棒。然后啊，物超所值的是，牛奶包他还会送一些有的没的很棒的东西，所以很赞，超赞的，所以一定要来上他的课，不来上很可惜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。